曾过头。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几般认知，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，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。这里对爱没有解释，只有一些细微的摇动。例如我只是你的眼神也他不透，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也他不透，与他不同，我用的词汇艰涩，与他不同。你。